一说美女你来劲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咱们全市女子散打冠军，太空无敌，脚下无极，气质高雅，冷艳无双。徐总的闺蜜，咱们财务总监，小月姐。小月姐脚下，做鬼也风流啊！扫场所马，放松警惕了呢，怎么？大江老师瘦了吗？大江师傅还瘦了帅呀！我觉得胖胖的更可爱，什么时候做我男朋友呀？这俩臭丫头，想得美！哎呀！要不要辞掉这个工啊？好不容易遇到能跟你过两招的，还是留着吧。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他们派一个傻子来当卧底。还是小心点好。请早场所码。请早场所码。我爷爷，华哥，喂，请讲。准备一辆车，再派一个跟车的，立刻马上。明白。喂喂。徐总。怎么又是你？其他人呢？徐总，公司安保现在没有其他人在。徐总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走吧，师傅。我姑姑在里面吗？我爷爷生病，他搞这么大阵仗，是怕我闹事儿吗？你在门口等我。静静。你来了，爷爷，我来。你这个狐狸精！
你的消消气。将你手上5%的集团股份按照市场价转让给我。5927，徐总，过来。小彤是吧？出来，过来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5927。好，停。